说，之后我出国了，你会不会想我呀？我当然会了，我会每天都想你的，每天跟你分享我的生活，每天都跟你说我想你了。那你以后想我的话，我一定会飞回来的。那可不行啊，你是去追求你的梦想了，你怎么能说回来就回来呢？找你，他要回英国了，现在去找他还来得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